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期的简单操作。首先打开电源，控制器开始进入系统。好，我们点击目录，第一个是我们的监视显示画面，这里是我们的温度显示画面，这个是我们的辐照度显示画面。好，我们返回目录，第二个是我们试验的例行示例菜单，总共有三种模式。好，我们返回目录，第三个是我们单功能示例菜单，这里是辐照度示例菜单，第二个是冷凝示例菜单，第三个水分离示例菜单。好，那么我们返回目录，第四个是我们的程式示例菜单。好，返回目录，第五个是文档管理示例菜单。好，返回目录，第六个是我们的其他示例菜单。好，返回目录，控制器的大概操作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